香二度应援就爱马杰森，李多惠兰兰笑到病跪。有听到臭马杰森？有啊，三万多人在韩国就蛮享受。这绝对是明星赛第一天最有梗。中职明星赛自20号开始，连续在大巨蛋开打两天，没想到今天林翔毫不避嫌，又在三万人面前二度应援就爱马杰森啦。回顾明星赛第一天，除了中职六队60位啦啦队女孩的大阵仗超香应援，还有台钢雄鹰超夯台客风叶宝定应援曲，有跳红这首歌的女神一粒零五，就连多惠兰兰也一起加入力宝乐园。直抵朱茵的魔性三振舞爆红，加入中职的韩籍外援女神们更梦幻联动，让球迷们嗨翻。另外还有球迷看李雅英的舞姿看得着迷，女友在一旁傲嘟嘟都没发现。